好，下一位是毛孟靜議員。主席，正我回來的時候，在立法會出面，我看到起碼六架警車，而回到上來這裡，這個會議廳的隔離就落曬閘的，那個感覺真是非常不堪。這個議會應該是代議民意的架構來的，但是現在呢，你就是防範民意，你是防民如防恐啊。但是為什麼會去到這樣的境況，這樣的地步呢？就是這件事根本是未談妥的，政府是夾硬來的，那就休會再看一看，大家再談一談得不得呢？你夾硬要搞中港融合，你不理老弱傷殘的死活，只是益大地產商，你自己暗暗沉沉講一大堆嘢，又或者是政府代表暗暗沉沉講一大堆嘢，你並冇說服香港人，你有你講，你有你做，意見聽咗，態度照舊，你咁樣你係幫政府助紂為虐，係乜嘢嘅施政？立法會係監察政府，立法是監察行政，不是配合行政的。你現在直情是強用你那些所謂議事規則什麼賦予你的權力，而法律顧問仍然是答得不清不楚的。你說我們已經問過很多的問題，但陸續有新的問題出來，整個東北計劃你擺明就是益將來中港融合之後，大陸富豪簡直不是他的後花園，是他的前花園，得閒就來我們最大最 mega 的超市買嘢。你初初騙人說我們有大量公屋，所謂大量是叮噠的咋，我們前面擺這些蔬菜就是農民，在東北那邊的農民今日下午是送過來的，一个咁大规模嘅将乡郊变为城市嘅计划，你仍然解释唔到点解唔喐嗰个什么高尔夫球场，因为系大家睇到噶啦，系富豪嘅游乐场嚟噶啦。你跟住仲有嘅问题，发展局副局长马兆祥系涉嫌利益冲突嘅，佢之前任职嘅公司同地产商的千丝万缕的关系，我们一定要在这里再次澄清的，请休会。好，下一位。